我有样东西要送给你。精灵前辈，您好。哦，我喜欢礼貌的小家伙，让我看看。哦，传承之剑，看来秘技你应该是不缺了。那一把骑士剑怎么样？哇，蓝羽光之芙蓉，这可不得了！ 我几百年前从藏宝阁出来的时候，他还在睡大觉呢。秘技不缺，剑也不缺，我想想，哎，对了，这个怎么样？嗯，前辈，这是什么？ 圣灵套装，这可是一整套守护骑士的装备哦。抗风、抗火、抗闪电，还自带五阶顶级防御技能圣灵护体哦。前辈，其实我更想要另一样东西。哦，原来你还有更想要的东西，真是贪心。放心吧，你想要的，我这儿都有。 我先进去领奖励。啊！大小姐，千面之镜聆听您的意志，为您效劳是我的荣幸。这里的全部宝物任请大小姐随意挑选。3秒，变回去。 大小姐，错了错了错了，我错了，给我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。这里最好的宝物，留给龙皓城了。这是原本为龙皓城准备的奖励，但他没选这个。退下吧。哎，好嘞，您忠诚的敬灵，期待下次为您效劳。 我有样东西要送给你。哦哟，让我看看这是什么？这好像是专门保护刺客的秘籍啊！集资一体呀、啊！圣灵套装，彩儿姑娘怎么选了一套骑士盔甲呀、啊？刺客也能穿吗？<笑>这你就不懂了吧？哎呀，走走走，小孩子不要乱打听。 彩儿，谢谢你。走吧。哎呀，气死我了！杨老头，彩儿的情况你不是不知道啊，这段感情对他来说绝对不是好事啊。没有感情，就只是纯粹的兵器，而且我相信浩辰这孩子。